上海闯王实业推出的32000万油田专用蒸汽清洗机。我们看一下机壳，全部为不锈钢制作，油田专用，那么必然有它油田上特殊要求。我们看到整个机壳呢是采用防爆处理。OK， 两侧门还可以很轻易的打开。顶上的护栏呢，一可以放蒸汽管，二呢便于野外的时候提着走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开机。打开，我们看到是封在里面的，只需要按下，好，这是正态的空开，按下蒸汽按钮。OK， 很快就可以产生蒸汽。那么，一般油田呢，通常分布在东北、外蒙、新疆等地，所以它必须要有防冻措施。那么防冻呢，就是在使用接收之后按下防冻按钮，机子内置的气泵开始工作，将整个管道内残余的水分打通。我们看到启动非常快，
我们可以看到转换指的是在井上有动力电的时候会用32千瓦的，当没有动力电的时候转换到这边就变成24千瓦的，这是可以调干湿度的。